我问佛，为何不给所有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？佛曰，那只是昙花的一现，用来蒙蔽世俗的眼。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。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，可有人让她蒙上了灰？我问佛，世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？佛曰，这是一个婆娑世界，婆娑即遗憾，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。我问佛，如何让人们的心不再感到孤单？佛曰，每一个心生来就是孤单才缺的，多数带着这种才缺度过一生。只因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失去了拥有他的资格。我问佛，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，却又怕不能把握，该怎么办？佛曰，留人间多少爱，银不是千重变，和有情人做快乐事，别问是劫是缘。我问佛，如何才能与你般睿智？佛曰，佛是过来人，人是未来佛，佛把世间万物分为十界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、阿修罗、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天、阿修罗、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为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要经历因果轮回，从中体验痛苦。在体验痛苦的过程中，只有参透生命的真谛，才能得到永生。凤凰涅槃，凤凰涅槃。佛曰，人生有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佛曰，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世间万物皆是化相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，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佛曰，坐一禅，行一禅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春来花自青，秋至叶飘零，无穷般若心自在，雨墨动静体自然。佛说，万法皆生，皆系缘分，偶然的相遇，蓦然的回首，注定彼此的一生，只为眼光交汇的刹那。缘起即灭，缘起即灭，缘起即灭，缘生已空，缘生已空，缘生已空。我也曾如你般天真。佛门中说，一个人悟道有三阶段：堪破、放下、自在。的确，一个人必须要放下，才能得到自在。一个人必须要放下，才能得到自在。